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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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拍戏的花絮日常。只见他冲过来，一头扎进干草堆里，身子埋进去了一半，爬起来后满身的草屑，连脸上都有，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一旁的两个女助理赶紧上前帮忙擦拭。嗨，拍戏也不容易呀、已经51岁的谭健剧依然活跃在电视圈子里，你对他印象最深的角色是哪个呢？你的妈妈怎么没有来接我呀？我来不就行了吗？让他来干啥？不一样，你是你，你妈妈是你妈妈。